来决定了。啊，刘大哥给他请进了啥？你代表什么？高数，高数 50 第五十五届。Junior High School。哎，高中不是有初中 Junior School 啊 Junior 那呢？您是校长吗？不是，我是会长。哦，会长哦，哎是。哎呦，啊、那你会什么呢？啊、哦，会很多。会长只要有钱就好了。不，你今天你来哦，一定代表咱在地，就每个在地都有很多的精神。啊，你也底下家做会长，不要急哦，你的孩子在这里成长受教育。哎是。哎，吴学明，别跟大家分享了不？啊、哦，在高树国中是一个非常认真的学校。然后我们的再加上我们的林荣儒校长非常非常的照顾我们的孩子哦，是哦，哦，照顾小孩，对，所以你很放心的把将你的小孩放在了我们这里国中来就读，是的，啊，你被点光不？啊，要，没点就没光啊，张文琪的，其他名，哇，我的歌，其他名的张文琪，谢谢，感谢。你袂忝哦？袂啊！你头汗应该袂呢。切切切切！好啦，迄个会长，好，送我你啦，哈，谢谢啦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来来来。